Hello Hello， 我是阿乖，今天要来介绍《诺亚幻想魔法少女》，这是一款原创二次元恋爱收集养成游戏。玩家要扮演魔法学院的校长，来维护整个大陆的和平监管职责。目前游戏在 Google Play 上已经开放事前预约，预计会在不久之后就开放下载。今天就由阿怪先来展示一下游戏的试玩画面吧。总是颠倒了。所以这个是穿越梗吗？欸，还要失望的是我欸。哟，我真的茫然啦。我是代理校长。等一下，我们要选助理咯。仓鼠。盐。松鼠性。要选一个比较能干的。光。好啦，那就光咯。所以这里是女校啊，又是一个女校，果然是穿越梗啊，穿越梗。我们要来管理女校啦，前往学校来看一下啦，千万不要迷路咯。原之屋，先锻炼一下石头吧。配方召唤，它应该可以自动配置啦。会得到什么？校长的签名啊。是得到学员啊，召唤啊，不好意思没搞懂。走，去冒险一下。啊，原来刚刚那个是我的学员哦，我以为是助手而已，真是的。最多可以五个人上场。哦，他们变身了。好，追击啊，这三个都是追击。这样，前往南。战斗模式了吗？战斗方式还蛮可爱的感觉，我们来试看。伤心九千岁，哈哈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刚抽到的那个人。换了。简单。又得到一个人了，四颗星。他的熊猫感觉有点像乱码二分之一。哎，怎么走？好，乱码二分之一，看一下详情。他的技啊，他技能是可以配置的吗？哦，辅助啦，老生就不用拐了。变装。变装这件事有点害羞，走。
强行突破啊！见鬼了，怎么了？追击啦！啊靠腰，哈哈哈，扣10%。全体治疗，看看他战斗画面超可爱。耶、yeah, ，好坏啊他！啊，死掉了！熊猫也太弱了吧！哇，他打得赢啊！哎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合体技。安娜老师，哎呀，他是老师哦。哎，要多人了，又增加新的人物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获得了四星人物哎！现在我先去装备一下四星人物，好，先领取一下。他有换装，好了，我们再去打一关看看好不好？啊，编组才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去编组。还有一个，我们最多五个人上场。我现在只有五个，好吧。走，学生预览，不要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最终满足点大于四人，我们先走这边绕一圈，这样子。哦哦，怎么都法师啊？啊，所以应该换一下位置，应该把那个后排换到后排，我们来调整一下，看能不能。啊，不行啊！好，那我们就接打。阵型，然后这个互换一下，好。因为两个都法师嘛，又得到一只黑猫。好啦，他身材好像比较好。好了，我们直接到4-3，但我们要先编辑一下，为什么把黑猫派上去啊？他现在是有穿衣服的，变装。每次看这都很好笑。好，走。这是有头发的史莱姆啊，这个是怪玩客，
哈哈，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说。黑猫果然是皮鞭呐、啊！哎，我们换这一个好了。啊，错了，去打招呼吧。哎，真是的。多走一步路啊！哇，这个人看起来好强啊！是王欸，他血超厚了，要放招了，九千岁！哇，他也放招哎、欸！好，一只山，刚刚是不是有人血不够啊？这个吗？补血了，可是我补血剩各一了。好，用怪玩客的。糟糕台词，黑猫真的虽然两颗星，但是还蛮可爱的、哦、而且连续放大绝。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边啦，如果有更新的资讯，我也会再通知大家，也记得要订阅我啊，我是爱玩搞怪游戏的阿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